不用煎饼吗？老板说，哈，你不要吃煎饼，你要吃塑胶袋。我要一个好吃的塑胶袋。太好笑了。老板帮我买一个塑胶袋。对呀、啊。可是旋风陀螺，哦，它是铁的耶，可以打败那个很多不同的塑胶的，因为它是铁的很重。旋风陀螺，嗯，爆裂时代，超级塑胶袋。旋风陀螺，超级塑胶袋。不是那样子。爸爸还有帽子哟。这个是你的头。还有帽子哟。嗯，还有世界铁道。嗯。哦，等一下要吃饭了。哦，我肚子你看都饿扁了，怎么办？哦，都。哦，你看他在吃塑胶袋。哦，妈妈在说了。嗯。那个塑胶袋吃的会肚子会痛痛，不好吃。